你看这个是 Van Tap 就趴在墙上顶着墙，然后 Button 又就是上半身有抬高的，也有压下去。哎、欸，你很会形容哎、欸，我都可以直接听你形容的意思。嗨，我是阿空，我是医生，欢迎收看男童大学堂。我们什么都聊。先延续上次的那个红翔。你很在意他，但我们的主题明明就是日本 GV 拍片流程 SOP， 是吗？我们是红虫特辑，好了也可以啦。然后上一次我们看了，就是他从出道开始的前半部分的 SOP， 就是一开始是先被玩弄，就是只用手玩弄，然后第二阶段就是被舔，对吹，第三阶段就是他去干人，就当一号这样子、嗯。对，那今天的两段呢，就是他都是。是要被干了，有没有很兴奋？好，对，那我们先来看他，但是第四阶段呢，并不会到直接被干，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，就是那个用会有个价目表，然后他就会一行一行撕掉这样子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是中文字幕哎哦，制作人真的很优秀，不是我来说的。你看旁边就有价目表吗？哦，我看到，我刚看到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那个价目表。对啊，看一下他最后面有没有被干、啊。等一下，我是想要看他，我想看他撕的时候。哎、欸，我们是在专业好吗？你不要，我们在录节目。熟，我觉得你完全就只想看到后边。乱说。反正价目表他给的价目表是这样啊，比我想象的低耶。五万是多少台币啊？五万就是现在一万块七吧。哎，可是他要是全部做到，又被干十万了呢。我的理解是，到那一步的话，你总共可以拿五万，而不是全部加起来。应该是全部加起来，你做到什么就拿到多少钱。哦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十万差不多了啦，十五，大概十五万。一十二而已啊，十二。你看最下面四个加起来，十二万除以四的话是三万，但好便宜。嗯嗯。啊，是游戏嘛？不要想太多。实际上好像不可能更多，是吗？对啊，因为业界要呈现给大家的一定是比较好看的数字啊，所以实际拿的应该不会是这样。喜欢哦。哎，说实在，如果你真的把它想象成是异男的话，这件事情真的会让人家很兴奋。我不会耶，异男就是因为他，我们现在在看一个他被舔肛的画面、欸。但如果是异男的话，我不相信他会把屁屁洗干净。这件事我就不会信。哦，你真的是、来人了，快把他拖走，保安！你真的很没有情趣耶，你。对啊，我就是很没有情趣的人。他会去撕吗？呜呜呜呜呜呜呜！对啊，你看进去了吧？好，但总之玩那个撕价码的，大概最后面都会是这样子。然后，其实撕价码也是某一种片商拖时间的方式，但是很有趣啊，对对对对，是我会想看完的，蛮有趣的。过程中它其实蛮多画面是就一步一步来，而且又有互动跟对话。对啊，那个方式其实是蛮。我自己在我们在拍片，你不觉得他们都喜欢有一点点小剧情吗？所以你就不觉得 ？OK， 好，现在就好了。我觉得我们客群不太一样，不然就是你小剧情很不好看啊，很假，他就不想看了。好，那第四阶段大概是这样子，反正就是价目表撕一撕之后，最后还是会被进入、嗯，对，但就是一个好像是比较生涩的被进入或者是拍片，但看起来刚看起来没有很生涩了，就是，但 是也是有不少经验了的感觉。我觉得他的那个剧情还是描绘的蛮好的，就是他把它弄成一个就是很趣味的感觉。因为YouTube 频道尺度的关系呢，我们有一些内容不太方便放在公开的频道，所以我们就另外设了一个专区，叫做金主爸爸会员专区。对，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来支持我们做更好的内容。那里面会有我们的像是花絮，对，还有一些 NG 片段被卡掉的，还有一些色色的东西，就在于尺度不能放的东西。对对对，都在这些都在金主爸爸专区。那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支持我们做出更好的内容。我们接下来要看第五阶段，对这个片段，快点播下一部。这一部是跟五十岚合作的，然后我觉得
这一段你可能会很兴奋。你从头看，从头看好了。一定要从。我想知道他一开始怎么开始的啊。哦哦哦，好。好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忙你的，你忙你的。就是聊，哎、欸，这真的很居家，影片里面还有吸尘器在旁边。在某一个人的家吧。对，但那行李箱怎么回事？哦、oh, ，所以还是一个饭店，因为类似 Airbnb 吧。不知道，或是某种日租的。哇，笑起来真的是哦。融化了。Oh my god！ 前面也是访，有类似访问室，但比较像是一对一的那种。对，然后先去洗澡。哎，这是五十人一起洗，嗯。所以他是这给他一个 surprise 的概念吗？对。我靠！我洗澡起来放五十人来看我什么？我真的是不行哎，我。不用，我可以选洪翔吗？哪一种？你是说跟你搭档主持的人吗？你不要弄成这种话哦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在他面前选你耶。我没有很介意啦，真的。好，你可以快转一点吗？我们不能再拖了。你可以继续讲，往后讲啊，没有什么要讲的，是不是？有，但这一段就是跟之前的不同，是因为他就是虽然同样是被干，但是后面的尺度跟姿势不太一样。嗯，对。我想说你还有很多事情要讲，我先让你讲。但是能用口头描述的姿势不多啊，就是虽然也不方便给大家直接看片子啦，很明显比前一个阶段享受。可能比前面姿势多了，因为前面就几乎只有正面试而已嘛，然后现在就是有背面试，就是有背面试，然后我记得这段还有那个啊，这边是比较经典的传教士体位哦，然后还有那个翻正面，然后自己摇这样子，对，坐上来然后背对 top 的那个姿势，哎，但是他背杠没有硬哎，应该是爽过头吧，如果他现在背杠要背硬，真的是就太好笑了吼。不一定了，就很难说他真的是异男，但就反正我们也不相信他是异男了。哎、欸，其实也没有说异男第一次被干是一定是不舒服的，也不一定嘛。也不一定啊，就是有些异男他说不定也就是被干就是会硬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的人也是生理上会享受，只是心理上不喜欢跟女生。等一下他是被内射了吗？好像是哦，我记得那个刚刚制作人特别跟我说这一段的后面有那个 cream pie。Cream pie 是什么 ？Cream pie 就是奶油派，内射之后他会特别去拍摄那个精液从血口流出来的那个画面，就比较 cream pie。有，他被内射了。对，所以像这就是从有套变成无套，也是某一种，可能是另外一种某一个阶段了，就是它的进程有可能是这样发展的。我觉得他蛮开心的，其实这一连串。对。好，现在要把它弄射。对，也是蛮常见的那个叫什么流程，对，反正就是 top 先射，然后之后再帮 button 打出来。看我们看的都硬了。他龟头跟蛋蛋都好大。谁？洪翔。他这部比较厉害，就是可能跟刚刚的姿势比较多样性，对不对？就是有比较淫荡的，比如说他什么腿开开啊，正面给人家看这种感觉。对啊，对啊，还有刚刚那个背后式，我记得也有换不同的方式。你看这个是，反正 top 就。趴在墙上顶着墙，然后巴特又就是上半身有抬高的，也有压下去。哎，你很会形容哎，你听你形容，我都可以直接听你形容的硬了。已经硬了吗？硬了吗？不好说。对，但像这个姿势，它就比较困难，也就是比较后来就会发展出比较多拍片好看的姿势。虽然当下不一定爽了，我觉得，但是至少真的很好看，就是那种脚开。我们现在看的是。翻 top 躺着，等一下你要翻身小白。好，就是。现在吗？对，想着。好，你看。好，可以了。现在看自己长这样子。那其实这五个阶段之后呢，就是有的人还会再进入更后面一个阶段。哦，不是没了吗？你刚刚不是就讲这些也？通常就是被干嘛？对，但你看他现在是被一个人干。你意思是还有被很多人干？就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了，我好像没有找到，对，但就是我猜，就因为他也还没有退役嘛，对，然后好像要自己出来经营，跟就是又有跟片商合作，然后又要自己经营部分，所以我相信他之后应该还是会有。他现在已经有被轮干的片了吗？还没，所以有可能接下来会出。我觉得很有可能，但是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的，就是看他的这一阶段可以撑多久。如果一对一的片子大家持续买单，然后还没有下滑的话，
那他可能就会先一对一的持续一阵子，对啊，这跟观众口味很有关系啊，对，就是当越多人敲完，我想看他被轮干的时候，那对经营者来说就是要拖越久，哦，对啊，就是反正经营的方式嘛，就是所谓的艺人的，也不一定生命周期啊，但总之就是某种进程，它是这样子。好了，你不要一直看他的照，什么时候你回去再自己，回去再自己找，回去再自己找。什么时候？好了，那总之呢，这集就是讲说，日本的 GV 界怎么样把一个男优从出道，好，然后一直到最后到被轮的这种高潮巅峰，然后再到隐退，就是这一段的操作模式。对，那有的 GV 界比较少，但像 AV 界就会有一个。会说要隐退，然后再一部片子给你，然后那部片子就是多人群交，每次都这样吗？对 ，AV 界很长这样子，非常长。对，除了那种三五年还在线上之外，很多女优就是可能两年，然后就说要隐退，就是宣称要隐退，然后就是拍群交这样子。对，很多都那他就真的之后就不会再拍了吗？几乎是因为但不是他不愿意拍，是片商不想找他了，因为已经过期了。在 AV 女优很常这样子，对，但是 GV 就如果红的话，就是可以好几年跟持续的那个，对。不过我觉得红像可以再被拍很久。可以，我感觉得出来。总之就是今天就跟大家介绍这种 SOP 是这样子，对。那大家有没有听过别的不同的路数？然后我知道就是至少五年前跟十年前的那个路数会更不一样。那像对外国人或者是对日本国内的做法会不一样。那或者是。大家看到台湾现在也很多人在自己拍摄片子，大家有没有观察出怎么样子的路数？就是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，或是我们之后就来做一下关于台湾的这一集这样子。有之后想要做一个元宇宙，你说直接在里面就是里面每一个人，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物关系图可以弄出来。好，这个之后再敬请期待。我觉得很容易变成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。嗯，确实好像也不错，同志圈好像就那样子。就是对，不好说。好了，那今天到这边告一段落。我是阿空，我是伊森，男同大学堂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